请出我们下一组梦想新搭档，来自马来西亚的音乐公主希拉和五洲唱响，有请。本周希拉和五洲唱响选择一首也许明天，这首歌曲曾由已逝知名歌手姚贝娜翻唱，当时姚贝娜用病弱的身躯喊出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命的渴望。今晚希拉将用震撼人心的层层高音演绎出心中的激情与呐喊。360位大众评审，请拿出各位手中的点赞器，这首也许明天如果打动了各位，请为希拉和五洲唱响点赞，开始。 Come on， 谢谢，点赞，谢谢。 No 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所有给我们点赞的人，今年发大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起。
尖造。谢谢大家。哎呀，谢谢。现在这个赞数开始越来越微妙了。希拉和五洲畅想目前这个情况，我不太知道最后确切的数字，但是以我的经验，如果不蹦到最外面两三排啊，危险，好像有点危险哦。而且希拉上一场怎么样啊？希拉上一场是315站，哦，基础还可以。是，但是呢，这一次也是相当的危险，是因为今天平均来讲，我们每一组新搭档表现都特别好，好像都在300以上，都在300以上，而且都是300多很多的。对，我刚刚稍稍算了一下，如果希拉跟五洲畅想没有超过300赞，个人本身觉得就很危险了。因为第一场比赛，希拉比完以后是排在最后一位，从这里出发去机场的路上，他当天晚上还要赶回马来西亚。从这里出发去机场的路上哭了一整路，到了海关以后，人家说对不起，你不是希拉，因为他把妆全哭花了，进去以后把海关人吓的。所以没关系，今天我们不吓唬你，我们直接看赞数。直接看吗？直接看。哎呦，希拉和五洲畅想他们在刚才这一轮啊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希拉和五洲畅想他们拿到了295赞，谢谢大家。